陳偉業議員。主席，即係好不幸咧，這個議事堂好多議員，特別民建聯嘅議員咧，唔係好熟悉，即係呢個議會嘅主席嗰、個身份同埋個角色。他們仍然都當作這個是人民大會堂的主席，陳偉業議員，這個港共法主席，他說得主席那個角色，主席剛才你沒有阻止他批評主席的角色、哦、陳偉業議員，你現在不是主席，所以你不用代主席作答。沒有，主席他可以批評，我們都可以分析，剛才你沒有阻他，你阻我呢，這個是你偏頗。陳偉業議員，我只是指出，我接受你那個的阻止，但是我只是指出你這個阻止是一個偏頗的處理的態度，記錄在案。主席，好啊，仲有冇其他議員想？有，我未講完啦，主席。嗱，頭先陳林斌指責有關頭先阿梁國雄議員嗰個修訂咧，佢係帶咗個耳筒，完全冇聽議員嘅發言。佢坐咗喺度，首先佢係一個較為勤力嘅議員，喺過去嗰十幾日應該要呢個嘅稱許。但係佢坐喺度係遊魂啊！佢坐喺度戴住個大個紅色嘅耳筒，係完全冇聽到我哋三位議員嘅評論啊！有關呢一個嘅街道嘅清潔點解要刪除？其中一個主要理由就係因為外判啊嘛。民建聯支持外判，我哋清楚嘅，支持外判就係支持中間剝削。我哋點解有啲項目原則上個服務我哋係認同嘅，但係我哋反對外判制啊嘛。當你啲服務外判嘅時候，前線嘅員工嘅薪酬係特別偏低，而中間你加強加咗一重嘅剝削制度，所以希望啲議員咧唔好坐喺度遊魂啦，係嘛？你想要人讚許你嘅，你就要做足功課，唔係喺度淨係扮嘢。佢話我哋扮嘢，其實最扮嘢嗰啲咧就係坐喺度戴住個大紅色耳筒喺度遊魂。另外有關呢個牙科，點解某一啲嘅項目梁國雄要刪除？亦都解釋過好多次啦，佢冇聽過我個銀牙的故事啦。好多嘅服務係唔能夠為老人家提供呢個全面嘅牙科服務啊嘛。如果呢啲咁嘅邏輯都唔明嘅，就慢慢學啦，虛心啲。正如主席多次勸呢個立法會某啲嘅議員要虛心啲聽人嘅講嘢，虛心啲學習，唔好咧未紅先嬌。是嗎？只是入到這個議事堂呢，只是想拿身份謀利益，利益輸送，是嗎？學埋啲權貴議員，所以啲新進議員呢虛心啲學下嘢。仲有冇其他議員？